哎，各位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河野跳跳屋，就是创校以来第一次来到凤阳国小，我们请到最厉害的摄影师毛毛同学，要帮我们做一下今天的记录呢。然后我们今天早上扫完地之后呢，那个有空的六年级同学都下去帮忙啊，但是那个树男主任一直是要把地扫干净才下去啊。刚才有一些同学没地没有扫干净就跑下去，就被仙老师叫上再重扫一遍啊。但其实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没有什么差别。哎，我们跟六四的地板比较就知道。那我们现在请摄影师带一下镜头，今天就和那个和野跳他们现在做冲洗的动作。然后这时候我们要跑。看来我们这个什么忙都没有帮上啊。有，你们这两位同学在做。哎，我们看光学老师他也在那边看了啊。像我们看到很多阿明猫老师还带着他们班的同学在那边观察和野跳跳的搭设情况啊，这必须要慢慢冲气，不能冲太快。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六年级的其他老师带着六年级的其他同学在前面帮忙。我觉得还好，有太阳嘛。周正义啦，住了。是那个在走路的那个吗？他们在录影啊，我叫他们在那边录影啊。所以同学问你们怎么没有下去的时候，你们说你们是负责。可是我什么帮都没有帮上啊！负责录，你看一堆人是站在旁边啊，因为你他只要帮忙把那个打开，然后打气的时候就。下次就没有可能，我会对他们更好。我觉得我好可怜。哎，其他你还不知道是哪一座？我们家在这样，是另外一座。来过去了，你好。我是何也是那个。看一下，何也是哪一个？好强哦！哪一个？哦，那个。然后戴帽子的那个。有中配。那个西装的那个。对。站在你旁边出了。都在你旁边，都在那个。不能再跟着何也也爬上去的。嘿，那个在拿那个东西的。他要检查，他们要做检查。我油中配多。要把它展开，它气才冲了进去。我以为那个什么，我比我想象中还要矮。你说谁啊？原来那么大、哦。你说那个跳跳屋哦。对啊。哎，对啊，因为一般夜市不会那么大、啊。对，我只有一层楼高哎。还在好铅笔。我就没有不能拿铅笔来写字。要用气垫笔。你看他怎么写。哦，要用那个，不是有一种笔，它可以在那种塑胶上面说话，然后灯照了之后，它还可以拿起来那一种，在那种笔在上面写，照写，然后结果在修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倒数就这样。掺在一起。
身上几英克哎。我看一下还有哪边？哦，对，那边还有哪边呢？对啊，就这两。好，我就点了一个特级。哎，请不要动了，谢谢。我没有多少。不是啊，我又不想知道，都建议走回去。啊，你看碰到了。帮忙收一下，太多礼物了，你可以送给何奶奶哦。哇，这么多！哇，谢谢谢谢。何爷爷给你。啊，谢谢。这个不要放，快整条掉出来。啊，谢谢啊，谢谢。掉出来了。啊，掉出来了。可爱，谢谢你们画的漂亮，谢谢谢谢。任务完成，走吧。任务完成了，谢谢赵天吉。它里面的不要单哥爬上去，人家要玩，不是你在玩而已。啊，海米老师，你什么时候去玩啊？海米老师什么时候换你进去？Thank you.
小心小心，别打别打。我们笑，高年级笑。气球没有稳啊。好。去拿帽子啊！我没有带啊，你有吗？有吗？提供啊，借我。小帽子比老师到店了。有洗吗？是干净的。小帽有在洗的吗？要啊，当然可以稍微说啊，可以吹啊。我们这个下午的下午哇这个好湿啊，下午啦，我这个超好的超好的，好帅气！我还要玩那个，高年级下午。
校长、校长还有会长来，我们凤阳国小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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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了哈。好，一二三，凤阳国小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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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好，一二三，凤阳国小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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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好，第一要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啊，不要冲，先去排队，先去排队，那你排队了。 大家来玩，不管你丢了没有，不见了，是你自己的事情哦，听懂吗？第一件事情，你有东西的自己拿上去吧。如果你要在那边也可以，可是不见的话，自己负责。第二件事情，请你注意什么？安全。你只能在这个地方玩，你随便去跑观众可以，但是不可以离开这个范围，听懂吗？
开啊，每个游乐设施啊。你们班都排这个？啊，老师的，我上镜。来录影。船几关了？不知道。四关了。还有十关呢、啊。每个地方都比那船好吗？
啊，你们都脱鞋子哦，真厉害。我刚被一个小弟弟踢眼睛。他不小心的啦。啊，有没有受伤？要看护士阿姨。你要不要继续休息啊？哦，女生赢了，怎么这样呢？哇，现在是你哇，输了。谁啊？后一桶。陈宇。哎，他怎么都没事？正常的呀、啊，大家都会湿啊。这里也湿湿的。好吧，好的。这边不。你们全部都玩完剩最后一个，对不对？对。那个，其他人要抽中了再跑。对。还有人重复在跑。老师，我玩这个有人抽过两瓶啊？哪有啊？我记得金怡老师才说一瓶而已呢。金怡老师，我跟一个女生是绝对一起的，你知道吗？谁啊？走！
小朋友预告一下，我们还有25分钟的时间，好，请小朋友。